取四方士。是啊，你们呢？我跟你一样，你上哪我们上哪。小姐刚大学毕业，当了律师。这么漂亮的小姐，当然是人见人爱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你们是什么人啊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你不用管，是哥哥想奉劝你，少管闲事儿，少挨打；多管闲事儿，多吃屁。你如果这么不听话，那哥哥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司机，你停车，我要下车。哎，放手！司机，你停车，我要下车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？啊、哎！你放开我吧！走，走，跟我走。干嘛？嘿，真难啊！你咋样？放手！哎，还你！哎，哇，司机真厉害！这司机小伙有两下子，对。是。我拿了，是不是你的？嗯。对，这司机真棒，终于把这坏蛋给制服了啊！对，我们走。走吧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拿。没事吧？行，我们走了啊。要不是那个司机，我真不敢想我会在什么地方，会碰到一些什么情况。妈，我的宝贝女儿，这伙家伙也太嚣张了。娇娇，你再说一遍，是哪条线路？那两个歹徒长得是什么模样？我给老冠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好好查查。你就是那闹子。是啊，我冒了冒你的底，你确实是刚从大牢里放，把我这哥几个整得够塞。可是今儿个你碰上我了，规规矩矩服个软。要今儿哥几个对你可不客气。怎么不客气啊？我想见你。服了吗？不服。呵，你小子他妈嘴还够硬。再来啊！再来两下啊！有本事你把我弄死！嘿，还真是条汉子，赶紧送医院吧。发现的，我去上厕所，后来听见里面有动静，我就跑去看，结果就看见了。谁呀？小
哎，那个男的，好像就是歌厅唱歌的那个人啊，是他呀。他呀。你先出去，我们哥几个有事儿要说。老子，今儿个你刚出院，哥几个。